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。我一直很好奇，到底谁是真正的圣斗？死了100多条人命，我一定要查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心中有怨，还魂借烟。这些案子好像都跟水有关。真相到底是什么？将来你自然会明白。我会找到圣斗的，一定要铲除蘑菇刀。